比较好啊。不然我更快捷的，你们去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吃几片呢？红德摩第二片，谢谢吧。那个也是要片。你要吃几片？你要吃那个？哦，他感觉还，我怎么吃起来都他都像板筋，他不像，他叫做什么、啊？刺身牛，刺身牛是不是就等于板筋 ？Maybe， 他只是换个名字而已。呀，可以问一下孙哥。刺身牛。畜生。一个畜生。